又传了些无聊的东西，把犯人带走。是是是，杨先生。有我蒙查的在此，谁也别想弄他们。在下身为奇趣特工，职责便是斩恶灭罪，请赐教。通天火箭拳。我们可是打不倒的超级英雄，对，还得赶紧到正确的时空，青青还在等着我们呢。且慢，诸位哪儿也别想去。奇趣，百变众鬼，我掐艾尔防御墙，一闪。蒙查查，快启动时间标识。休想逃走，奇趣十字斩。哼，你们逃不掉的。啊，人呢？呀，狗狗师傅回来了。对了，你有见到坏蛋吗？抱歉，在下大意了。啊，居然连侍郎也失手了，再这么下去可瞒不住了。报告999队长，有人入侵基地，把时间飞船偷走了。不用担心，你们保持警戒，啊，这就去进行搜捕。明白，奇趣。谁让你擅自报告的？有我在，这点小事还要麻烦队长吗？要是让队长帮我收拾烂摊子，我以后还怎么把他赶下台啊？不行，一定要先找到那些冒充的假初代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有超追踪手表，只要还在这太阳系，我就能定位揪住他们。啊，小明笑得好奇怪啊。为什么？这都过了一整年了，基地和雕像都早修好了，可为什么还是找不到那群假初代？敌人布置了很多假信号，所以我们……行了行了，我说的是这超追踪手表。哦，有信号，总算来了。姐妹们，赶快加入传传团，一起变身美少女吧！减肥广告，又是垃圾信息。不懂了，带上它，给我闪边去。是。还好队长那边也没什么进展。小明赞队长，2999队长将疑犯和时间飞船带回来了。什么？不会吧？任务顺利完成了，您怎么不高兴啊？哪有啊，瞧我多高兴啊。我们得庆祝一下，快去安排。了解，奇趣。啊，这下完了，这群家伙总不能努力一下别被队长逮住吗？等等，队长就抓了一个人啊。对了，他还不知道入侵者的人数，还有机会。如果我先抓住其他人，这样就能证明艾尔999粗心大意，不适合当队长。是时候用奇趣特工的杀手锏了。好吵，云雀。阁楼，快起来。我就知道你这懒虫不接联络，有件事要你帮忙。云雀今天身体不舒服，我要请假带他去看医生。行了，别找借口偷懒。伯劳，这次你肯帮忙，我偷偷批你三个月长假，怎么样？还等什么？走啦！喂，等等我呀！报告三队长，您的……不听，没空。这事可不能告诉队长，因为不用说了，肯定超麻烦，我才不想知道。好吧。不管你们问多少次都一样，时间飞船是我偷的，跟其他人没关系。有没关系可不是你说了算。伯劳。云雀。
明确制造记忆读取，我就能在你记忆里找线索了。各位同学家长，比赛时间要到了。行了，完成了。我还没念完呢，爸爸。没事，晴晴，你赢定的。时间到，喂，还不赶紧宣布我家乖女儿是第一名？你这也太过分了吧！什么人呢？想靠作弊拿第一名？不要脸！你就是这么教小孩的，以后别跟这女孩一起玩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别哭，别哭，没事了。不是这个。一定会让你拿到冠军！又来了，晴晴，取消参赛资格。晴晴，放心吧，下次我把发明弄成隐形的，看他们怎么发现。对了，晴晴，晚饭想吃什么？汉堡还是炸鸡？爸爸，你以后不要再用发明帮我作弊了，行吗？什么作弊呀？他们也可以弄啊。那些笨蛋比不上我这博士，才会说我们作弊。那我宁愿要一个笨蛋爸爸。哼。晴晴，这什么呀？下一个。紧急报道！就在刚才，科学院遭到不明病毒入侵，电脑系统完全瘫痪。爸爸，科学院系统瘫痪可是会给大家带来大麻烦的。这又不是我的错，要怪就怪他们嫉妒我的才华，说什么也不把我的名字加在旅行者一号的金唱片里。那些笨蛋怎么都好了，关键是这发饰。怎么样，爸爸可没骗你哦，很漂亮对吧？就是这样，为什么你就是不懂呢？我不想理你了。晴晴，等等爸爸。这也算线索啊？目标清除，继续戒备。系统正常，齐去。戈登，这也太夸张了吧。根据分析，总部的防御系统已经全面升级，安全系数达到500%。为了晴晴，就算龙潭虎穴，本喵也要硬闯。除此之外，以艾尔999为首的五位特工也在里面。还是智取吧。要不我们再回到晴晴偷飞船的时间，阻止他偷飞船。不行，不，时光机已经坏得不能再坏，不能再用了。又没时光机，打又打不过，这下完蛋了。不对，还有办法，我们找柠檬博士。他也有时光机，如果知道自己女儿遇到麻烦，他会答应的。什么？我们逃逃特工队要去求大坏蛋帮忙？博士才不是坏蛋呢。要走青青，这是目前最好的办法了，而且柠檬博士也许真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坏。总之我们先出发吧，萌查查。说吧，跟我来。别吵，都说了先别来烦我。喂，伯劳，再找找别的记忆。今天是爸爸生日。我才不要给讨厌鬼爸爸庆祝呢。这是爸爸的留言。青青，爸爸知错了。爸爸现在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好吧，看你诚心道歉的份上，就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吧。青青，今晚有很重要的事情，早点回来。好好好，爸爸一定早点回来。记住，我们约好了。
一定一定。好，接下来。是生日歌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爸爸生日。怎么都是这种剧情，还有完没完呢？好麻烦。我把所有记忆做成合集了，你自己找吧。哇，这么多！报告赞队长，您的手表有讯息。我到、啊！别吵，我正忙正事呢。哎呀，选哪个好呢？哦，不对，要找他的同伙，时间还得再往前些。啊，就他了。小青儿。学校难得放假，你不回家吗？不回，有什么好回的？这假期我就和你们一起赖在宿舍了。好吧，那一起来看看吧，这件奇趣模仿秀可好看了。对，这次主题是致敬初代，你看。不看不看，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初代，花里胡哨，没点正经。好啦，别提了，青青，在这怄气你爸爸又不会去。跟他有什么关系？我都说了别提那个人。青青，你的快递。快递来了来了，肯定是他同伙寄来的。这些是伟人日记一千天、影响文明的瞬间。这书写的还挺详细的，每个发明的准确时间都有记载呢。想不到我们青儿小仙女还是个历史宅呢。才不是呢，果然是爸爸那糊涂虫填错了收货地址。青青啊，快看，你爸又上电视了。不会吧，真有人不知道那些伟大发明全是靠偶然和运气才出现的。偶然运气这些词根本不能和严谨的科学挂钩。我可不一样，是最聪明的科学家嘛。没错，只要我想就没办不到的事儿。哦，是吗？比如制造时光机。小意思，我一个人就能把它弄出来。一个人造出时光机？这可以吧？大骗子！你们等着瞧，我会证明给你们看的。我柠檬博士才是真正的。别在意，这肯定是节目效果啦。活该，谁让他瞧不起那些？不对，爸爸这么讨厌那些伟人，为什么还要买这些书？怎么又绕回爸爸那儿了？我不要看家庭伦理剧啊！一定有问题，我得黑进他的电脑看看。啊！时空起点的方程式。难道他想破坏关键时刻来证明自己？这可是违反时空法的大罪啊！快接啊！像他那种只顾自己的人，真的有人不知道那些伟大发明全是靠偶然和运气才出现的。只要我想，就没办不到的事儿。根本就听不进别人的话。要是我反对，可能还会起反效果。怎么办？对了，要是有时光机，我就能赶在奇趣特工发现前阻止爸爸。可就我一个，这事根本不可能办到。总算入正题了。那是致敬初代。哼，有办法了。
那就是奇趣特工队的总部。你可以的，青青，只有这办法了。喂，同伙呢？哇，记忆片段就这么多了？什么？小明赞队长，你的出去、没看见我在忙呢。奇趣。追踪信号有反应了，你干嘛不早说？那个，我刚才就……闭嘴！别解释，单脚罚站！逮到了，伯狼，喊上侍郎跟怪力女，我们出动！啊，我很困，我一年的假期都送你！啊，交给我吧！哼，这次你们一个也别想逃！不在，不在，不在，奇了怪怪！博士不见了，你们博士难道出去了？绝对不可能了。彼得哥，对呀，你这么确定？因为博士超级宅，平时连丢垃圾都是我去的。根据资料，这叫有其宅女必有其宅父。我们奋斗找找线索吧。这是青青和柠檬博士的合照。改写0622。发现可疑情报，这是柠檬博士特别保存的一年前的日历标记。6月22，0622。萌查查，这天有什么特别的吗？当然有，那是博士的生日。生日？一年前6月22，青青。我懂了，柠檬博士用时光机穿越了，而时间是一年前的6月22，也就是他的生日。要是我没猜错，一定是那天他和青青发生了什么，所以才会想方设法回到那一天改变他。而青青就是得知了柠檬博士的部分计划，才会开始行动。这么说，要是那一天能改变，柠檬博士就不会搞事情，他不搞事情，青青也就不用去偷时间飞船，这样青青就能得救了。耶！隔壁呢？什么？这也算弄出时空起点？改变不是关键时刻的时间，同样会造成时空起点。那又怎么样？特反对！青青不是你们的伙伴吗？快起！对，就算会制造时空起点，也要拯救我们的伙伴。对不起，我们这被发现的也太快了吧！平时我搞事，你们不也发现的很快吗？萌查查，我们能用时光机追上柠檬博士吗？没问题。不过启动前得花些时间调整。好，我们来争取时间。这次任务就是帮助柠檬博士改变那一天。不怕强敌，奇趣特工队。哼，坏家伙就喜欢把基地建在这种黑不拉几的地方。好脏，可可丽的可爱能量又掉光光了。狗狗师傅，乖，忍忍。小明，追捕时空犯同党之事不用通知队长吗？队长连续出动肯定累坏了，就让他好好休息吧。区区小毛贼有我们就够了。原来如此。哇，我也想好好休息。各小队注意，封锁所有通道，绝不能放他们跑了。不用麻烦，我们就在这儿。来抓我们呀，提犯特烦队。好家伙，你们完蛋了。听着，我来喊口号。不怕强敌，去出击。我的台词。真是的。出击。怪力女变身了，敌人都跑光了。可小魔杖的可爱能量用光光了，变不了身，可可丽就只是个可爱弱小又无助的美少女而已。充电就充电，还可爱能量，还好我帮你带了。那移动电源，充满就追上来啊。好的，小明最好了。居然提前察觉到了在向攻击，不错。就这还不够本喵热身呢。巧了，在下一样。大狗狗，你这准头不行啊！看来在下高估了。什么？这一刀
你无处可逃。急去医啊！隔壁的，嘿，没看到，什么都没看到，继续划水，继续摸鱼。我老，把人往你那去了，拦住他。好，收到，不怕什么来着？不管了，齐去出击，变身。哎，这也算变身？差不多就行了。看招，梦幻泡影。通天拳套，金刚拳。哇！通天火箭拳，连环发射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嘿嘿，看下面。我的手，我的脚，怎么变成泡泡了？救命！抱歉，我的梦幻泡影可是无敌的。凯奇，又来梦幻泡影。凯奇，快醒醒！醒醒，我疼。艾尔，泡泡，那些泡泡呢？根据分析，这是敌人的精神系幻觉攻击。幻觉？这也太耍赖了吧！奇怪，梦幻泡影对机器人也有效的，唯一例外就是999队长。哎，难道？这现在快溜！还愣着干什么？快追啊！我懂了，等着，下次再让我单独对上那大黄球探究。哼，想法不错，可惜这种战术在下早有对策。多多，光系追踪，咯噔，疼，好疼！逮到你们了，凯奇，怎么办？多多，救星来了，时光机启动。情绪满满，可爱爆棚，魔法少女可可丽。还想制造时空起点，我们追！等等，可可丽！就可以了吗？这根本什么都……晴晴，原来一直妨碍我的是你，为什么？晴晴，不会的！冷静点。都是因为那一天，只要没了那时候的意外，我家乖女儿才不会跟我吵架。哼！只要回到一年前的6月22日，改变那一天，我们一定能和好如初。等着吧，青青。爸爸，我可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。前面就是目标时间。站住！喂，叫你们停下，停下没有？你说停就停。当我们是小笨蛋了？什么？交给在下。齐去，一闪。美女姐，爸爸博士，帮帮齐齐。能查查，交给我。逆转光枪。闪电猫。分头行动，这可不行。我们走。我用了一年时间，总算回来了。离约定的10点还早着呢，只要提前解决掉那些意外，这次绝不会变成那时候那样。那个青青，你是不知道，今天出了超多烦人事，所以爸爸迟到了那么一点点。为什么？
问得好，都怪我那群笨同事，不就是让他们把正确数据给我而已，居然交过来的错漏百出，害我浪费时间去修改。啊，对了，还有，够了，一有问题总是别人的错，和我约好的是爸爸你，不是别人。为什么迟到？你就不反思下自己吗？反思什么呀？青青，你爸爸我可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，不可能出错，所以有错的只会是其他人。聪明聪明聪明，你明明什么都不懂。算了，我去睡觉了。青青，是爸爸不好，虽然我是迟到了，可我给你准备了超厉害的发明当礼物呢。一边去。青青，爸爸知道自己整天加班，一个人在家很无聊。放心，聪明如我已经有办法了。爸爸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是你的生日。是吗？哎呀，别在意这些小事。小事？这才是重点，隆重为我家好女儿介绍万能型陪伴机器人。青青，是谁欺负你了吗？爸爸帮你收拾他。走吧，你不要再和你说话了。青青，等，哎呀，青青，别生气。噔噔，我是你的好朋友蒙查查。嗯，怎么了，青青？你为什么生气啊？告诉爸爸，爸爸马上道歉。青青，只要让这时候的我准时回家，青青就不会生气了。哇！得先甩开他们才行。奇趣特工队，你们别想阻止我。你们不是，不，我们是来帮你的。敌人在那儿。啥？哼，小明，坏家伙增援了。怪力女，快撒手。那又怎么样？正好一起解决。巡航蜡笔来了，艾尔。收到，百变重锤，我枪。我们下。抱歉，谁也别想过去。哎，烦人。其他人跑了，那就速战速决。大黄球，救命！抱歉，我的梦幻泡影可是无敌的。开启。又来，梦幻泡影。奇怪，梦幻泡影对机器人也有效的。唯一例外只有999队长。哎，没办法。伯龙，你们去追，我要和这大黄球好好算账呢。那就交给你了，管理女。奇趣亮晶晶，星光跳跃。站住！等等。你的对手是我，梦幻泡影。初夏的气息，上年开通的物流磁轨还是崭新的味道。这是一年前六月的时间点吧？为什么制造时空起点可是大罪？哼，大狗狗，为什么不问问你那神奇鼻子呢？逆转光枪。如非在行恶事，凭此速度，在下也许真会相信你是初代特工。不信拉倒，喵！我要做的，就是在这打败你。斩恶灭罪乃在下职责。光机，奇趣，追踪，一闪。太慢了，大狗狗。
不，刀已斩出。七去十连斩。急去一闪，这也太犯规了吧！没用的，在下知道你在这儿。是我光枪快，还没完，吸去一闪，雕虫小技。不，大狗狗，你中计了。奇趣特工关键是脑子，逆转光枪。就到了，这是我以前工作的地方，也是意外点之一。只要把那天的意外都解决掉，就可以制造出时空起点，让一切改变。这样青青也就不会被捉了。奇趣亮晶晶，星光跳跃。多多米，你莫博士，我们来拖延时间。奇趣亮晶晶，可爱风暴，隔壁姑娘。哥哥，可可丽生气了。大坏蛋，绝不原谅。喂，可可丽！我就知道，我绝不会让你过去。这对白说太多了，一招收拾你！彩虹剑！光屏连接，课本卫星启动。选择自然力量，第二、第三机关变形，超重力光波发射。区区小毛贼，别小看奇趣特工。正确数据输入好了，这下就不会因为要修正错误而加班了。咦？完成了？想不到我那些同事还可以吗？这才七点。青青，爸爸回来了。哼，他们可以个鬼，是我把他们的数据换成正确的。喂，你们把正确数据给那柠檬了？怎么会？大家都说好了，故意给他错误的呀。这次算他走运，总有一天我们一定要给他好看。就是，聪明就可以天天看不起别人吗？故意整我，哼！要不是我还得解决其他意外点。凯奇，闪电猫，嘟嘟，艾尔，对不起。我的感情模块告诉我，被前辈们视为伙伴的你，绝不是十恶不赦的坏蛋。时空出现波动，这是时空起点？难道时间是1年前的6月22日？可是很抱歉，规则就是规则。